国里所有不清者庆祝活动，出现了总统马英九的形影，因为伊和卢委会主委等人要来看企业委员工所设想的体育设施。多尔的设施对于员工的照顾、员工的向心、企业的形象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一点呢，劳委会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动。我们最近看了北部，也看了几家企业，情况都相当的不错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妇女她有多重的使命，工作、家庭，蜡烛两头烧，所以说企业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育儿设施，对于员工的向心跟福利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一旦有所在好学习和行动，家长才会当放心专心来工作。对政府来讲，也是减少托育问题的一种方式。除了托儿所以外，公所也要为模范母亲来庆祝。到市公所伫活动开始进行，各位妈妈准备特别节目。伊咧细汉的时阵，拢嘛是妈妈咧一岁一岁，甲咱饲甲大，遮尔啊大汉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吼，我来想讲，啊，是毋是会当利用这个机会，跟咱亲像咱的囡仔，交咱进前安尼变倒变吼。所以今仔互咱的时势，啊，有这个机会，哦，来回忆一下，啊嘛角色调换一下，互咱的囡仔。替咱妈妈哦，阿来一岁啊，用这个菜瓜糜，啊是不是讲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尽一点点孝道？接着特别准备的到了三公里菜瓜糜，看到家己的囡仔在面头前，后面几位妈妈是食在嘴内，欢喜在心内。向来搞一起玩，很好耍。啊，你以前敢有去有一起过？没有，今天第一次啦，哈，对，第一次。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幸福，很高兴。之前有做过这样的事吗？没有。啊，今天做感觉会不会有点害羞？会，会。不管是母亲节还是平常时啊，那是会当有家里陪伴在身边，对妈妈来讲，每天都会当是快乐的节日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